等我十分到不准求我来。不准求求你了，再看一会儿吗？来来来，你是哪里哪国人？你是中国人吗？装高冷是吧？人家说话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叫我了，一米啊！好好好好，他怎么叫一米？你给自己取名叫一米。Steam 号呀？我 Steam 号叫一米老师啊。老师啊，乱码了，没有中文。
蜗牛它给自开了。我操，收了100多斤。这收有什么用啊？电不够。电不关门啊？明天早上开。先上去睡觉。怎么四个床？可以四个人玩吗？但只有一个摄像头吧？对啊，剩下3个人帮忙弄行吗？帮忙找吗？帮忙照拿手机照。我赚的钱，妈的！让他买呀、啊！买个蛋、啊，花了我的钱。完、啊，他能听到。你说这多国语言，看他听懂哪个。This is my money. Don't use it.私のお金使わない。那是你的手机啊。真的假的？他真的假的说了？他没说、是这个建模这个手好搞笑，难怪你跑起来吗？能、啊，下面有那个亭子，他都碰到坏人，你跑不了。自拍啥呀？等会儿让你按自拍的时候，你去按牌子。你小子打图去了？他手电筒照也没照到什么东西。他没拍什么。那他拿着，对呀、啊。水龙头是不是有电量了、啊？对。我第一次走这么快的话，第一个就是你死。中国人啊，哦，你中国人就是把手电筒关了再开。你小子洋鬼。我腿痒痒，挠一挠。好的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怎么又是这个？哎哎！能不捡点？哎呀！哎呦我操你妈呀！
没了。老弟，你拍会不会拍啊？怎么是这样子的？你把我键盘全挡住了，我你让我坐在这儿啊？那你你 W 和 E 位置找不到啊？对，你在 W 旁边，你赛玩多了你就会了。好的，那跟我玩你一下啊。好好好。E 是什么意思啊？E 是放那个炸弹，就是放那个技能。看我今天拍点好。因为我想要点恐怖气氛。但是最后一个。走。目标。你拿点什么关？等我开啊！啊！你不敢，你不开灯的原因是什么？不开灯的原因。你说你开刚刚要开灯的原因是什么？对，你不对。好的。行吧。什么怪声啊？朋友是你家里吗？我操！我死了，撞我一下我就死了。两下了，不止一下。只要第一下是一半，两人都死了。应该是都。